Hello， 大豪情，那我们今天就来跟他们随便聊随便打环节了，好不好？欸，好像有一段时间没有打这个随便聊随便打环节，对不对？因为我们中途都会插那个就是色色猫战的环节啊。大家还喜欢光系结语色色猫战吗？如果你没有玩的话，也可以跟这边分享一下了。那最近的话，其实我们还有一款就是也是偏色色游戏啦，就是我们的等了超级无敌久的胜利女神尼基啦，好不好？我都叫她胜利女神的屁股。大家如果喜欢看比较有趣的这个婀娜多姿的身材的角色，或是一些东西在你面前晃来晃去的话呢，都可以再去关注一下那款游戏哦。好，春风云雨之馆啊，我们来看一下啊，这关的话基本上应该也是那个猎坡的这个关卡，坡洞的关卡。我每次总都会把猎坡跟坡洞弄在一起啊。好，那这关的话基本上因为狗炮也是啦，所以我们这边还是来一个 stop 好不好？猫咪硬超人。那上一次基本上我们是打败了这个可怕的小人关卡，那接下来的话就是这个春风云雨之馆，跨麦机嘞，好不好？来看一下有没有机会打出好成绩，应该是有的吧。来，先把他们射死，然后飞，有没有？至少能够挡住这个猫咪炮就 OK 了。哦，狗炮不是猫咪炮。挡住狗炮就还行。哇，这关可能还是得靠给看美魔猫咯。哇，不行我觉得超人完全扛不住他们被打到了之后，那个猎扑还是会往我们这边弹啊。第二只看看好了。所以难怪大家后来会说，就是超人其实完全没得挡哦，大概就是这样的感觉吧，对不对？但没事没事，看起来目前加速状况还 OK 哦，至少美魔猫叠起来好像一切就逮就骨了。哦，没有没有，但我没说，我们直接被车烂呢。我们刚刚直接被车烂，你有没有看到吗？完蛋喽，完蛋喽，怎么会这样呢？哎呦呀，来来来来来来。走起，拜托！哇！这个连鸽子他们都是会小波动的啊，所以这边的话也是很麻烦。那狗炮基本上是走到一定的范围内，他会开这个狗炮这样。看到来了，哇，这狗炮很大哎。我们只能看一下是不是累积到后面之后，是不是就不会有什么更多的这个燕子出现了。好，挡住了，好不好？那你只要撑住之后的话，基本上后面的这个敌人就会越来越少了，好不好？这个狗炮也是蛮酷炫的，我觉得狗炮蛮可爱的。它应该是我们第一次遇到吧，就是在我们这个猫战的那个，就是以前的那个版本来说的话，应该是第一次遇到，就是我们这个狗炮，应该是在这个地方春风云雨之馆才会遇到这个狗炮。OK， 好，那接下来我们要前往下一个啦 ，IT 地下墓穴，那就只剩下12345678910。只剩下九个了耶，我们快要朝异地迈进了，各位，哇，好感动哦！好，灯笼小光又登场了，各位，灯笼小光，来来来来来，我觉得目前来说的话，不管怎么样，我们就是叠美魔猫，好像都还蛮 OK 的哦。美魔猫叠叠叠，哦，一切都很舒服。美魔猫叠叠叠，哒啦啦啦啦。小光来也，哇，这关很多鸵鸟哇，我觉得鸵鸟这边好像也都不好打，哇，玩，这个加速，也许是时候关掉了，有办法吗？我现在都改拉面王跟美魔猫，看来是不行的哦。这关看来是得要那个，哇，越来越多了，哇，居然是小光加鸵鸟的大本营吗？哇，这个有点尴尬啊。这关看来是得那个了，好吗？是得开个加速跟距离镜来尝试看看的。来，加速距离镜 last skill 好不好？投降警卫队，好不好？投降警卫队真的是用他的头去撞一些东西出来，蛮可爱的。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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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
来，我现在解多点美魔猫，然后超人猫来去降攻击，降到攻击，世界就是我们的了，加油！哎，不行，我们超缺钱呢，我们那么缺钱啊，是不是要帮一些不会被暂停的、啊？不然美魔猫一直被打哎、欸。哎、欸，是不是死一只鸵鸟了？妈，没有没有，第三只好像还没出现，都是假的。哇，不行欸，我觉得小光那个暂停太麻烦了，我们要换一些能够那个抵住暂停的高手，各位，不然这关我们已经打不赢。抗暂停高手了，各位。铁定一定要用个抗干敌高头，所以我们的美魔猫的话，它是抗缓速，对不对？对，它好像是抗缓速的。好，我们来挑一下哦，抗暂停的好不好？抗暂停高手来，然后一叉，然后这个动作停止无效，好不好？因为要用这个才可以往前叠啦，好不好？不然那个就惨哦。又是乌龟车，乌龟车 nice 哦，这个行李猫也是耶，还有矿猫，好啦。矿猫直接原地打击，好不好？好，走起 ，Go Go Last Go， 看一下，噔噔噔噔，走，撞起来，撞起来，靠这矿猫狂撞，呵呵。有哦，袋子猫可以耶，我感觉到了，有没有看到？击退什么的，感觉有戏。但是好像必须很需要被保护耶，各位。我们的矿石猫到底有没有在轰他们啊？其实我蛮想要知道的。他有没有在轰人啊？不如死个一只鸵鸟就好了，我求你们了，好不好？死个一只鸵鸟就好了，拜托！死个一只鸵鸟，我求你啦，拜托啊！求你啦！完了，好像不太对哦，这关。哎，乌龟壳这边也是直接被弄烂呢。啊！不行不行不行，感觉不是这样子。哇！看来真的不是这个样子耶。矿猫那边已经不行，太浪费那个了。98%的那个应该是那个吧？那个谁啊？98%那个应该是小光的血量。抗暂停。啊！哎，健美冰晶猫可不可以啊？用这个方法。然后这边换回力镖猫猫试试看好了，哈，周琦乱凑乱配 ，Go Go Go！ 拜托了拜托了。哦，他一个700多块，其实是比那个是比美魔猫便宜的。上啊，我的冰晶猫 ！Go g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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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go！ 有炸到了，炸到了，炸到了！龟壳 ，go g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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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go！ 好像不行欸，白痴哦！冰晶猫 ，go g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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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go！ 不行啊，我们没有输出手啦，白痴！这太不行了，这太不行了。那个泰山完全不行了，但我们没有输出手啊，难道要用母特猫了吗？但感觉也没钱出欸，这关是不是有点小麻烦啊，各位？我觉得这关不简单欸，投降。
哎，白痴，他直接把我的冰激凌直接撞飞了 ！Oh my god！ 哎，我们初级上线哎，妈，真的假的啦？初级还可以上线哦？哦天啊！不要啊！又来了，他们来了，他们来了，他们来了！噗，又撞到了。哎，三只我好像就没办法了耶，三只雨伞飙了耶！哇，太惨啦！我觉得那个袋子猫是可以来当一个那个辅佐，但是我们现在还缺一只输出，不知道带谁，可能真的要母特一下了。哇，撞到那个松鼠有够衰，完啦完啦，这真的完啦，这完全不知道该怎么打。等你再看一下要怎么磨了，加油！救命！救命！嘿嘿，救命！啊！开猫炮 ，nice！ 还是改过向善猫有机会？不行啊，这个 GG！ 哇，又是一个难关呢、欸！我的天哪、啊，要了个修！